前两天在小红书上发了一个帖子，就是莫斯科这边有一家 Echo 的折扣店，经常打折。去年年底的时候，第二双是8折，第三双是7折，然后在打折的基础上折上折，非常合适。最近这段时间，第二双5折，也是在打折之后的基础上再折，买了两双，然后不是特别的合适。商品没有这个损坏或者是穿过的情况下，10天之内可以退货。一个月好像是可以换货，然后180天的保修。有很多朋友就问这个店在什么位置，就刚才我们路过的是加加林商场，从加加林商场过来边上有一个品牌折扣店，这里面很多品牌都有，像以前阿迪耐克彪马这些都有，现在都退出俄罗斯市场了。就是这个商场里面全是品牌的折扣店。这条街叫阿德中尼基泽，念起来很绕嘴。这个商场也是叫这么个名字，它是各品牌的奥莱店，但是很多牌子现在已经撤离俄罗斯了。然后一直往前走，有70块钱、40块钱、50块钱，折扣店人还不算多。